近日有网友晒出少年派2最新路透，钱三一和林妙妙这对欢喜冤家终于要回来了，赵今麦和郭俊辰一秒 CP 席地而坐，路透有客到，终于等来了少年派第二季，是钱三一和林妙妙爱情的续写吗？少年少女青春懵懂的爱，看着两人的背影真的是般配呀、求求搞快点吧。少年派中赵今麦饰演的林妙妙是一个学差生，平时还总跟自己的妈妈过不去，郭俊辰饰演的钱三一则是一个高智商男生，但就是这样一个男孩最终被这样一个简单永远无忧无虑的女孩感化。在第一部的时候，钱三一为了林妙妙主动放弃少年班的名额，为了给林妙妙整理考点顾不上吃晚饭，每天早上为了能带林妙妙一起上学，钱三一主动给自己的自行车安了一个后座。如今我们终于等来了少年派的第二部，而第二部则是从这群年轻演员的大学生活开始写起，十分期待了。